耗时34年，把永远赢不了的俄罗斯方块打爆通关，这可能是游戏史上最伟大的世界纪录。众所周知，俄罗斯方块自诞生以来便被认为是一款没有终点的休闲游戏，每消除10行过一关的规则更是几乎被玩家遗忘。然而，有这么一群玩家，却从1989年开始妄图挑战这款游戏的极限。先是玩家索尔研究出了震动手指，每秒点击12次的超敲击技术，将尘封10几年的世界纪录突破了29关。随后，玩家确实又发现，只要在控制器底部也安装一个按钮，并结合上街机的多指技术，就能将手速的极限再提升2倍。而在大量顶尖玩家的冲击下，世界纪录一度来到了95关，似乎 AI 才能达到的255关，人类也触手可及。但真正的挑战也从此刻开始。由于30年前写的游戏代码过于简陋，方块的颜色在138关突然异常，而随后的关卡里颜色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。被称为黄昏的146关，方块的颜色彻底暗淡，让世界冠军埃里克无奈惨败。被称为木炭的148关，更是彻底变成黑白世界，让天才玩家安迪也束手无策。No, I couldn't see it on my screen. 更可怕的是，根据 AI 测算，从155开始到255关，会出现各种随机事件，让游戏当场死屏。这几乎杀死了玩家通关游戏的可能。难道人类真的没有办法击败俄罗斯方块吗？而就在此时，一位迅速崛起的13岁少年威利斯横空出世，不仅以变态般的操作成为了史上第一个突破148关木炭的玩家，把世界纪录提升到了153关，并且宣布他将用另一种方式击败俄罗斯方块，也就是冲击155关，把游戏打到死屏。是啊，既然通关遥遥无期，那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，先把玩家必输的俄罗斯方块打到死屏呢？这样至少不算输了吧。而在2周之后，他再次获得了杀死俄罗斯方块的机会。在高强度操作38分钟后，他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木炭关卡，最后来到151关、152关、153关、154关，新的世界纪录已经诞生，但他的目标还未完成。此时他只要在这关的最后清理3行方块，进入155关，就能触发死屏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他却不小心清理了3行方块，错失了让游戏死屏的机会。而到了157关，他原本只要清理1行方块就有机会成功，但偏偏他又再次失误，几乎封死了自己的所有线路。但就在此时，奇迹发生了。这是史上第一次玩家击败了这款游戏，而不是被游戏所打败，也是俄罗斯方块诞生34年来最伟大的时刻。未来人类有可能达到最终的255关吗？没人知道，但我相信游戏玩家永不认输。